is that you just have to be a member and participate in the team for Christ.今天我们在海边看到一个非常奇特，也不太明白的一个场景啊，就是在我们旁边有一堆的，就是很大一群的 surfer， 他们围在一起，然后还有看摆着那个桌椅，我一开始以为是 wedding 啊，是不是有人结婚啊？但好像，用相机拉近一看的话，好像不是。然后接着他们又在海上围成一圈，然后一直停留了很久。后来柯老师跟我们普及了一下，他说一般是出了事情，比如说有 surfer 出了事情，比如说溺水了，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们就会一群人就为他们做一个什么纪念啊、祈祷之类的，就是围着那块海，就是停留一段时间，他们也不冲啊。那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知道，蛮让我长见识的，然后也了解了一些 surfer 的一些事情。但这个我也没有去查什么资料哈，我也没法证明，我们也没去问他们，所以是只是那个，因为忘了说哈，那柯老师是一直是好多年的 surfer 了，就冲了很久，很有经验。然后他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冲，我们也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这块海域是比较初学的这种，就浪不大的嘛。对于他来说，其实就有点，其实没那么好玩。但是他为了陪我们，也专门过来，就特别开心。对。希望就是能跟他多冲一冲，然后能学一些，就学习一下。